宝贝呀，啊。好，来。哎，给我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要给我杀鸡子，鸡不能杀，下蛋的。哎呀，小孩的事儿。我给他杀的面条，我给他煮面条了啊。对，来我这煮家母给他煮面条就行了。对，你都没有给我，我怎么？火腿肠煮面条。对，菜都没有给我，我怎么下鸡子？我把它放到山上去，鸡子养一起。为什么要黑的？你还好给我看鸡子，过年我给你下鸡子吃啊！我给他帮忙吃。好。
吧。当你嗯，这个放屁也太粗了吧？你闻到了？你这个小老六放屁也太粗了吧？走呀，过来，慢一点，不要睡觉了，过来。